风堪河沙飘我影中，云彩挥去月亮不去，仍得一身清风。尘沾不上心家，情牵不到此心中，来得安去也惬意，人生忧说苦痛，聚散匆匆莫牵挂，未记风波中英雄勇，就让浮名轻抛热浪，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啊。透过梁腿，佢死咗。李公子，请停步。我看柳姑娘未死的。她未死？是。既然蓉蓉说她未死，快点抱她进去，等蓉蓉再跟她把脉。这樽解药我先交给你。妹妹，我未死嘅咩？柳姑娘，你不单止未死，仲会好快好翻嘅。你同我揾到解药啦？你唔系呃我噶嘛？蓉蓉冇事翻嚟啦，只有佢先可以救到你啦。你真系可以救到我？我咪同你讲过咯。只要找到所有的藥材，再加上胡大哥交給你那支千年人心，就可以解你的毒了。李公子，請跟我過來。你把那支人心煎湯，然後交給柳姑娘喝。那你又壞了藥方？楚大哥沒告訴你嗎？柳姑娘根本是心病來的。即是说他真的什么病都没有。不过你千万不要将真相告诉他，就当刚才我给他的解药医好他就算了。嗯。你见怎样？我好了很多，那些药真的很有用。当然了，这剂解药是专门医你的病的嘛，以后你是个健康的人。冇味，我哋可以安乐晒。不过咩？你阿爹唔会饶恕你嘅，佢迟早会揾到嚟呢度。嗯，我阿爹嘅脾气，佢宁愿少咗个仔，都唔容许我败坏佢个名声。哦，照咁睇，你哋唔适宜再住喺呢度啦噃。我哋唔喺度住，又可以去咗边？你哋可以离开中原去西域行下噶。系啊，等个老人家个火气过咗之后，你哋再翻嚟啊。冇味，你话点啊？你决定去边度，我哋就去边度。哼，楚留香竟然可以救翻醒蓉蓉，佢一定会死。就算佢有九条命，我哋一样可以杀死佢。
能够阻止我毒化武林嘅，只有两个人。如果楚留香死咗，只有剩翻水母阴姬一个。你已经有咗卧底，我仲叫咗佢嚟。是你好意外咩？是呢，那件事进行成点啊？高管英始终都不肯跟我回神水宫。为什么你一定要高管英跟你回神水宫？因为他是水母阴姬的旧情。那又点？如果他肯回神水宫，阴姬的秘密一旦被揭穿，咁我可以製造一場混亂。你笑咩啊？你唔單止可以製造一場混亂，仲可以製造一場大叛變添。江南燕，點解咁遲至翻嚟？快啲入去！大公主已经下令，所有人等齐集大殿啦。召集咁多人啊！我叫你哋嚟，系要解决一件事。十七妹，上次你出外办货，有人见到你同信昌盏嘅店小二倾偈，你应该知道我哋神水宫嘅规矩。我知道，我哋本宫一向严禁宫女和男人接触，你现在竟然向一个店小二动情，该当何罪？要防止你以后不再跟男人讲嘢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后不让你讲说话。现在我要挑断你条脷筋，以示惩罚。婷姐，是我这样做，你们反不反对？大公主英明果断，我怎会反对？杨雁，好。
家姐，你要解决嘅事已经解决咗啦，我想走先。咪行住，十七妹系你嘅手下，你有咩说话好讲？佢一向都好听话，佢而家做出呢啲咁嘅事，仲话佢听话？我想你好应该好好地管教一下你的手下。哼，二公主，你吃了灵芝丹先。如果你再是那么生气，不单止可以影响你的身体，还影响灵芝丹的功效。大公主之所以明艳照人，就是因为她能够成日保持心情开朗。如果我是神水宫公主，样样都我话事，我心情都会开朗啦。佢嘅人虽然唔老，但系佢嘅心已经好老，只有啲老顽固先至会咁尊华，咁孤僻。当然跟二公主比上来，你就平易近人得多了。所以宫里面的姊妹都希望神水宫的公主是你而不是她，希望有什么用？我又没有办法做到神水宫公主。如果二公主有兴趣的，我有办法。你真的有办法？你有办法就讲出来吧。但是我这个办法是会影响到大公主的尊严的。哼，她有什么尊严？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啲宫女都好唔满意大公主嘅，佢哋都希望能够推举另外一位公主出嚟，只不过冇好嘅理由啫。如果我哋能够安排到大公主同一个男人响埋一度，而俾啲宫女发现嘅话，到时啲宫女就有理由要求另选公主，二公主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啦。不过大家姐唔会同男人喺埋一起嘅，只有一个是例外嘅，高冠英。我点先可以引佢入嚟？阴善真系想作反，宫南燕如果连咁少嘅事都唔知道，根本就冇资格企喺度同你讲嘢啦。我最欣赏咁有自信嘅人，因为你自己都系咁自信，我睇得出你最欣赏嘅系你自己。你系我第二个最欣赏嘅人。真人咁喎，我细个嗰阵时，成日以为佢哋系真人，而
而家谂翻嗰阵时真系太天真。老伯，你笑咩啊？兄台，其实你嗰阵时仲太天真。稻草人有时都会喐嘅。呢位老伯几识讲笑啊！姑娘，你错啦，我唔中意讲笑嘅。如果唔信嘅，你自己睇清楚。如果想救李玉涵嘅，就有两个方法。第一个系攞楚留香嘅人头嚟交换，第二个系叫楚留香入嚟神水宫里边嘅碗溪小卒，我哋就会将佢交俾楚留香。佢哋捉咗李兴嘅目的，就系想引我去神水宫。神水宫系唔俾男人去噶。神水宫俾男人去，不过唔俾佢哋翻出嚟啫。佢哋想假借神水宫嘅手嚟杀我，又或者神水宫嘅人想引我入去而再杀我。咁危险，你都系唔好去啦。冇用嘅，既然佢哋想杀我，又会谂第二种办法嘅啫。楚大哥，而且我同神水宫仲有啲恩怨未讲清楚，系咪天日神水嘅事？但是不会有问题的，你不想我帮柳姑娘？是，那就不要反对我。楚大哥，我的姑妈在神水宫做事的，我希望可以联络到她，让她帮下你。你叫楚留香去碗溪小筑，是因为那里是阴姬和高管英以前谈情说爱的地方。没错，每一年的九月十六他都会去那里回忆当时的日子。今年他去的时候还会见到他的旧情人。阴姬被人揭穿他的秘密之后，于是就会杀楚留香灭口。而阴姬杀完人，神水宫的宫女跟住就会冲入碗溪小筑，而冇几耐，愤怒的宫女就会将阴姬杀死翻，于是无花就大功告成啦。到时我哋冇晒对手，你估我会点做？乜？你觉得我呢个问题好笑咩？我只不过觉得呢个问题好容易答啫，我总唔相信无花会甘心情愿屈居他人之下，而冇一啲独霸武林嘅雄心。于是你就会夹埋我去对付你想对付嘅人。咁之后呢？之后整个武林都系你同我噶啦。乜你唔怕我连你都歼灭埋咩？如果你杀死我，咁就冇人俾你欣赏噶啦。宫南燕唔单止自信，唔单止聪明，而且仲好靓添。
你觉得个计划点啊？天衣无缝。到时你就要派一个可靠手下，带领啲宫女冲入满溪小筑。我会吩咐男朋友。呢两日你就要出去揾高冠英，一定要将佢带入嚟，收埋喺满溪小筑里边。今次我做到神水宫公主，一定唔会代薄你嘅。以防万一起见，有一件事我哋一定要做。咩事？我哋先要闹一场交。我以闹交为藉口，先离开神水宫。咁万一有啲咩意外，都可以有个照应。你真系想得周到。一个人想做大事，谂嘢一定要谂得精细。呢度外出啲水草我都好熟悉，不过迟下我会对佢哋好陌生。因为你已经搬入神水宫公主嘅房，呢度嘅水草你自然唔记得啦。小姐啊，好心有好报啊！嚟啊，小姐啊，小姐，小姐啊，好心有好报啊！大爷，好心施舍下。多谢大爷，多谢大爷。大爷，神水宫嘅人而家天星客栈嚟等紧你，请你马上去一次。大爷，听到啦。大爷啊，天星客栈喺嗰边嚟喎，你行错路啦。大爷，大爷啊，大爷，你听我讲啊，大爷。大爷，我哋呢度最靓只老牛肉啊，请嚟试下好嘛？好，你同我赶走呢个人先。大爷啊，大爷，呢度你唔入得去噶。走。请问客官有咩茶？是但啦。不如我冲回天一神水俾你试下啊。你？你仲记得我咩？做乜你哋神水宫嘅人系都要烦住我啊？因为你同神水宫结咗不解之缘啊嘛。你而家想点？冇，我想你跟我翻神水宫啫。又系叫我翻神水宫？乜以前有人揾过你，叫你翻神水宫咩？嗰个人叫做宫南燕。哦，你跟我翻去啊？点解我要跟你翻去？啊？因为阴机想见你。你唔使呃我。我点解要呃你？如果佢唔系想见你，又点会先叫宫南燕嚟揾你？跟住。再派我嚟请你翻去啊！你到底信唔信我？算啦，信唔信我都要跟你翻去一次噶。我想知道点解一定要我翻去？我唔想以后再俾神水宫啲人烦住我。箱入面装住啲乜嘢？大胆！我箱入面装乜嘢？唔通都要你过问？对唔住，呢啲系大公主嘅意思。自从十七妹嗰件事之后，大公主吩咐要加强神水宫嘅门规，所有进出神水宫嘅嘢都要检查。杨亚，睇嚟你净系识得遵从大公主嘅命令嘅啫。
我想除了你之外，只有狗才会这么忠心。二公主，我想看看你的伤。只是药材来的，你应该满意呢。对不起，打搅了。宫南燕果然想得周到。大公主，今天是九月十六了，今晚你会去碗溪小厨？二十五年，没错，25年。萍姐，其实我应该多谢你，这25年来你一直都同我保守着这个秘密。大公主，你严重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同杨燕一直都是我的左右手。大公主，为什么你今天忽然会说这样的说话？每年的九月十六，我会想起很多往事，很多故人。大公主，我去帮你执拾下碗溪小粥啦。你怎会入来的？不是音机叫我来的吗？到底音机有没有叫我来的？我去问清楚的。公主，什么事啊？二公主和宫南燕在大堂有些冲突。为了什么？不知道。大堂里面还有其他人在？里面有很多人在。哼，现在神水宫还有门规的，阴线真的越来越放肆。见唔见大公主？大公主出咗去，你揾佢有紧要事咩？佢去咗边度？佢去咗二公主嗰边。头先呢一度发生咗啲咩事？应该已经有人向你禀告咗啦。
宫南燕呢？走咗啦。边个准佢离开神水宫噶？系我赶佢走嘅，我唔想再见到佢。你都应该同我讲声先啦。你知唔知道你喺呢度同佢争执会有咩后果啊？如果个个宫女都好似你咁，神水宫嘅门规就会荡然无存。系佢同我争执，唔系我。我唔理。总之神水宫嘅大堂就唔容许发生呢啲咁嘅事。任氏，你都系检点啲好。你虽然系二公主，但系都要守纪律。佢行呢一条路，好可能系向婉溪小姐。哼，好，咁你依计行事。咪行住！你知唔知呢度系咩地方？菩提庵虽然系经过大肆修改，但我仍然知道呢度可以通去神水宫。你明知里边系神水宫，咁你仲行？我要揾一个人。你唔知神水宫系借住访客嘅咩？但系我一定要入去。你想入去，咁就要过得我呢一关。咁请恕我无礼，我冇打算同你打我。呢度两杯水，如果你饮咗其中一杯安然无事嘅，咁我放你入去。其中一杯系天一神水。你真系饮？我喝了起码有一半机会可以入到神水宫。好，你没事吗？没，我坐马我不嬲都好好运气。哎，你我只是证明给你看，不是你运气好。其实这两杯水都是普通的水的，不过你的确很有勇气。神水宫危机重重，要入去的人都要很有勇气的。水宫应该在这里了。哎，这里是山顶来的，为什么会有个井呢？我打水打了几十年，今天卒之被我打到桶水啊。哎，啊，这个究竟是什么人来的？天日神水，
难静空相湿我纱，月明亮骨焦离群鸦，千杯酒醉我带泪问，永别人那日梦里话，是缘分相识到剑家，是情分屈他共危难，欢欣转眼变作梦话，未叹息追忆已恨骂，叹世上难千万，痴心爱如何有限，空间